有请主持人孟胜男、于恩泰、吴孟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新一期的《中国文艺周末版》，我是孟胜男，我是于恩泰，我是来自美国的孟天。今天的开场很新鲜，洋气。小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匈牙利舞曲，我们也把他请上舞台中间来。哇哇呀！这练了多长时间，弹得这么好啊？四年半就弹成这样了。那你几岁啊？我现在十岁了。十岁就是六岁开始练琴的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曾贝贝。曾贝贝啊，我看你还挺自信的，今天是不是在演播室给我们弹开场，一点都不紧张？还好吧。啊，哎，孟天，这拿着一个红本是做什么用的？是送给他的礼物吗？这不是，其实我几个朋友在下面听说到我们今天要来这位嘉宾，特别兴奋，就是我一定要替他们签个名。你得让那嘉宾帮他们签，是不是？我知道他是众多追星族的代表哈。其实今天贝贝也是我们今天中国文艺舞台上即将请到的这位主角的，怎么讲？我们都是他的拥趸。那我们就掌声有请吧，准备好你们的掌声了吗？我们请出今天的主角，从欧洲巡演归来的钢琴家李云迪，欢迎，有请。想知道李云迪老师觉得贝贝弹得怎么样？因为我看他弹琴，应该从他很小的时候，从刚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就看他弹琴，然后觉得他是应该说是非常有音乐天赋的，而且呢，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刻苦的。刚才你说到从小就看他弹琴，这个小女孩的表情是非常得意的，这样看了我一眼啊。云迪哥哥平时会给你指导弹琴吗？对，就是他就回来北京的时候就会指点指点，特别是像特别多的小朋友，特别在面对观众的时候，特别是有的时候可能考试的时候，可能在老师上课的时候，都需要有一种特别大的一种自信心，去调整自己的一种演奏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像贝贝的话，我是非常棒的。你有信心吗？向云迪哥哥看齐。有，好，加油，贝贝！谢谢贝贝，谢谢贝贝，谢谢，谢谢，谢谢。说云迪是欧洲巡演刚刚回来啊，这次演了多少场在欧洲？这一次在欧洲20多场的音乐会，然后呢，在10几个国家。十几个国家，那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国家？其实对我来讲，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就像每一个作品一样。那每一个音乐厅也有他自己的一个音响的一个效果，对我来讲都是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哎，是不是每到一处，我发现云迪的微博，你看，经常会秀美食，除了演出之外哈。那你觉得在巡演当中，你瞧，哎呀呀呀，大家看看，垂涎欲滴吧哈。在这样的演出途中，美食带给你的是什么呢？也算一种放松吧，因为每一天的行程比较紧，那除了早上有的时候要赶这个飞机，那。剩下的可能要除了休息要练习，那可能只有演出结束以后，或者说有一天比较空闲的时候可以去放松一下自己。所以说我觉得美食算是一个让我非常放松的一个部分。那这次20多场的欧洲巡演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带给大家呢？其实这一次在欧洲巡演也是我刚刚发行的最新的一个专辑《王者幻想》中的，特别是舒曼的一个作品，也在欧洲进行第一次的一个演奏。那这一部作品，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我非常期待去演奏的，也是非常大型的一部作品。根据媒体的报道，当时现场观众的反应啊，好像掌声高达40多分钟。那天超过1小时了没？没有。还没，你看还是人家云迪很实在哈，就是因为我相信观众心里一直在鼓掌，对不对？如果你要几句话来介绍钢琴，向他们推广你的理念，向最喜欢你的那些乐迷们，你会怎么介绍你自己的音乐？其实音乐当中最重要的是真诚，音乐最打动人的也是真诚。当你真诚的去面对音乐，你会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上南看看世界。谢谢云迪。哎呀，我特别喜欢云迪说到的真诚二字。我想不光是音乐，对于我们人生，真诚可能是我们一辈子必修的功课。没错，说了这么多，大家都是冲着云迪的音乐来的，对不对？
哎，云迪一定是弹的比说的好，所以我们先给大家带来一首作品，好不好？好不好？选择什么呢？舒曼的《幻想曲》的第一乐章。好，有请云迪。有请。那每一天睡入睡前啊，就要听他的音乐。你好，高兴又见到你了。朱明英唱的那个叫《回娘家》，他就是特别的想学。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对钢琴，自己倾注的这个热爱，这个喜爱，我希望跟着这个感觉，看这种爱能够把我带到多远的地方。其实我们大家都听那个云迪说过很多次他对于肖邦的情感，不妨我们还是来说一说云迪和肖邦之间的缘分。应该是最早的是在小的时候，每一天睡觉前听肖邦的音乐，像肖邦的练习曲还有肖邦的其他作品。那个时候只有这个还是磁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稀有，所以说非常觉得非常珍惜。那每一天睡入睡前啊，就要听他的音乐。其实那会儿肖邦是云迪的摇篮曲，这是最初对肖邦音乐的认识。可以这么讲，而且每一次听的时候都重复，然后直到真的是睡着。还真是，我身边有好多人失眠就听肖邦的夜曲，就很管用，才能睡得着。我后来也是就肖邦，然后我一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机会练习肖邦的夜曲，像咱这种不识谱的。每天24小时狂练，有机会能把那曲子弹下来吗？应该还是可以的，如果24小时的话。狂练的话。其实云迪不光小时候，我觉得整个回顾你
这段时间的演出履历，包括曾经跟肖邦、跟波兰华沙音乐厅都是有缘分的。像今年欧洲巡演的这个第一天，也就是肖邦诞辰204周年的当天啊，而且就在这个音乐厅，应该是14年前吧，云迪参加了这个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了大奖，唯一一个获金奖的中国人，第一个获金奖的中国人，而且是史上年龄最小的获奖者。大家想不想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哎，我们看看14年前的云迪。好嘞，我们看一段短片。这是香港的报纸，写的是妈妈我成功了。大概在1岁的时候，我就记得他就是特别喜欢学那个新的歌曲，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最有名就是以前那个朱明英唱的那个叫回娘家，他就是特别的想学，为了学那首歌的话，他可以就在那个录音机前面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就为了学那首歌，就很认真，很认真。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大家知不知道刚刚那声？你们猜是谁的声音？最后那小宝宝那唱歌的。哎呦，这都听得出来啊！哦，我说一句，我应该没有听过。哦，哎，我特想知道，云迪小时候真的像妈妈说的那样，特别喜欢朱明英老师的歌，多遍的听，不停的听，那么喜欢这首《回娘家》吗？应该是对，我奶奶告诉我是这样的，我天天可能就说你奶奶，我们听着很顺耳，重庆人吗？奶奶告诉你的。对对对，大家看没？云迪在听完这个音乐之后，听完他小时候唱的歌的时候，脑门上一丝汗都下来了。每个人听到这样的自己童年的声音，都会有点身上发麻，啊，时间过得这么的快哦。但我们中国文艺节目组因为云迪来，我们帮你请上一位嘉宾，有请我们这位神秘嘉宾，欢迎朱明英老师。欢迎您，朱明英老师。哇，请您台前哦。孙老师你好。你好，你好，高兴又见到你了。到这儿来，来来来，朱老师，您听见了没有？刚刚短片里那个云迪妈妈说她最爱听您的歌，小时候是，而且我还听到那是你小时候唱的，对，唱得很好听，音准特别好。你看这么多年，当时是奶声奶气的童声，今天都能在这个世界舞台上为我们演奏他喜欢的钢琴曲目了，他为我们中国增了光。现在云迪有没有回忆起来当初最早看朱老师在台上唱《回娘家》的？是的，非常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也是，包括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奶奶。也告诉我过去我小的时候的一些这个情况，那特别是主要是这首歌应该说也是开启了我最开始对音乐的一个梦想和一个启发。你知道吗，我搞艺术最开始说小学1年级的时候是从钢琴开始的，那时候我在惠文小学，我们家里没有条件学钢琴，可是那个学校有，所以就趴到那个门缝里，人家上2个小时，我就这样趴门缝看2个小时，回家画上那个钢琴的样子，真是就这样按老师说的去练。朱老师，我告诉你，其实您那适合弹钢琴，他适合唱《回娘家》。哎，所以大家想想，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哈！两人可以说是忘年的一种交情，最早无非就是通过一方电视屏幕，但是因为有了音乐，您最早是画着钢琴弹，云迪还不会弹琴的时候是唱着您的歌，缘分呢。既然朱明英老师已经来到咱们现场了，不能放过他，是吧？那要怎样？咱们就来一首，好不好？风吹着杨柳，唰啦啦。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得儿喂，一片乌云来，一阵风儿刮，眼看着山中就要把雨下，躲又没处躲，藏又没处藏，都打的雨点往我身上。站在台上我很局促，因为我觉得我手里这个道具显得好生猛哈。这是大家认认真羊肉串，羊肉串们那个啊，对于爱吃的人都是这么理解的。孟天你觉得这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哎，谁说的？也有人说了，打毛衣的，一看就是贤惠。没错，这是咱毛衣针。想问问云迪，你觉得对他带给你的记忆是什么？这个比较危险一点。云迪最怕的东西就是这个。为什么？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他跟你有什么故事？吃羊肉串吃撑过啊，敢拿吗？是怎么回事？来跟我们说说，你自己说说是怎么回事。演示一下，演示一下，恩泰递话筒啊。哦，是打你手的。这是按摩不是吗？谁打你啊？手型。哦，手指导手型的这个老师吗？妈妈。妈妈。妈妈。就是每次他看着你弹钢琴不好的哦，他一边打毛衣一边看你弹钢琴。手型对了没有？哦，手型不对就打一下。这么轻吗？我敢断定你这辈子都不会去吃羊肉串。因为吃羊肉串就会想起小时候那针。哦，原来是这样的一番过往啊。那妈妈带给你的儿时回忆，除了毛衣针一直在教导你有一个正确的手型之外，还有什么？其实很多，因为小的时候一直是妈妈带我学习钢琴和陪伴我，一直到应该说18岁的时候吧。哦。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妈妈是一直都是鼓励我，因为她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位妈妈，而且要求非常高。嗯，那你以后在演奏的时候看见指挥拿这个棍儿，会不会有心理阴影？会有一点。真有。现在回头去想的话，其实还是挺快乐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有贪玩的时候，但是呢，当每次我觉得坐上钢琴的那一刻的时候，钢琴就像一种特别的力量，可能有魔力一样，是让我就很难停下来。其实钢琴应该跟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发生联系的，不一定说我们就要去做一个职业的钢琴家。那对于一般的孩子，一般的家庭，你觉得弹钢琴你有什么建议？我首先觉得其实钢琴带给我的快乐还是很多的，而且我相信学习音乐的孩子都是非常善良的，而且非常的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他们能够看到更多美好的一面。在云迪的成功当中，除了父母之外，其实爷爷奶奶也是跟你很近的人，是他们带大的，是不是？是的，小的时候都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那爷爷奶奶我们都知道隔辈亲，是不是其实挺宠你的？印象当中爷爷奶奶都是比较严格的，因为他们都是搞教育的，都非常的严谨。云迪的奶奶现在其实也是身体不太好哈，这个但是我相信这期节目她一定会看的，是不是？可以跟奶奶祝祝健康，她应该很想你。非常想念爷爷奶奶，也希望能够有时间回去看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重，特别身体要注意。对，我们也祝愿奶奶能够早日康复哈。好了，这个一说到家里人，我们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柔软哈，因为非常想念他们。我们换一面，因为大家知道云迪的运动细胞可是很棒的，你们了解云迪吗？不知道哈，云迪是不是这样？某些方面吧。比如说哪项运动你会比较擅长？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打乒乓球。哦，乒乓球。现在还行吗？经常打吗？现在已经很少了。来打，好不好？好不好？来来，我们让云迪也稍微休息一下，老弹琴手会累。反正乒乓球准备好了，那就开始打两局。那你们俩谁派出来跟云迪比？那就我们就中美对抗赛吧，好不好？来来来，好，来来来来。
现场直播啊，现在是准备给美国丢人。中国文艺周末版中美对抗赛时间。对，我们主要还是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哈。那就打吧。预备，打。大家给他们点掌声，喊喊加油！梦天加油，云迪加油！1-0领先。谁领先了？那个云迪啊。云迪领先了。好。云迪又领先了。先。好，你已经出局了，怪我了。发球权现在是不是应该是我们这边的？拿来拿来，让我们发一个。来来来来。哇。休息了一会儿呢，其实就是为了让云迪啊放松一下，因为平时在外面演出也累，在家训练也是有时候有点枯燥。既然然来到了我们中国文艺，我们今儿这个活动还是很丰富的，除了刚刚乒乓球之外，接下来我们跟电影有关。哦，对对对对对，是因为云迪他即兴弹奏的能力很强，那我们就配上电影画面，看看云迪是如何反应。就是给电影配乐，配乐这个有点难度，是不是？现场配乐。行不行？试试看。好，掌声有请。
谢谢谢。哎，用就是用肖邦的夜曲啊，这个曲子我是一听就想睡。你困了已经？就因为它就是已经形成了那个条件反射，然后我们哎。带来一个好的睡眠。嗯，除了你最近的这一个欧洲的巡演之外，去年还做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巡演，《我的钢琴梦》是吗？对，因为去年是在中国进行了大概30多个城市的一个巡演。嗯，我记得云迪一直把钢琴梦放在这个自己音乐道路的追求当中，会提到多次提到梦想，把它一直贯穿在你的音乐之旅当中，为什么？其实之前就像看到过去的一个记忆的片段，我小的时候在日记里写。将来希望能成为一个钢琴大师，应该说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就已经开始带领我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去走了。所以儿时的梦想今天是美梦成真了。而且对于云迪来讲，我觉得他好像压力也一直都很大，因为你知道这么年轻就在这个经典的古典的音乐道路上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未来你的未来有什么打算？因为对我来讲还有很多的音乐，包括在音乐里面的自己非常想去尝试的，包括作品要去演奏。当然从过去到现在一步步的走过来，今天能够站在世界的各个舞台上去演奏，我已经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幸运。那么在未来的5年、10年、20年里，我相信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是不断的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音乐。其实非常简单，但是要把一件事情做好，特别是做到最好，需要耐心，需要坚持。对你来说，你最后要挑战的那一步，挑战的或许是某一个音乐家的某一个曲子，或许是某一种状态，你把我们稍微描述一下，你觉得对你来说最远的那个巅峰会是一个什么地方，在哪等着你？其实我从小学习钢琴到现在也没有给自己定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随着自己的心情，还有一个心境，还有一个感情去进行的。而且特别是对钢琴自己倾注的这个热爱，这个喜爱，我觉得这是最终我希望跟着这个感觉，看这种爱能够把我带到多远的地方。所以咱没有最好，咱只有更好，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那刚才恩泰也说到了云迪2013年的那个在中国的钢琴巡演，我们也找到了非常珍贵的巡演资料，咱们再去重温一下。2013李云迪中国钢琴梦音乐会巡演，2013年7月开始在全国30余座城市举行。在为期80多天的巡演中，李云迪用他的音乐和对梦想的执着影响了无数的听众。他用巡演的方式致力于推广古典音乐的发展，同时也将中国传统音乐带向世界，而这也只是他作为实现中国钢琴梦的一个开始。这其实已经算得上是全世界第一个，应该算第一大的钢琴大国。当然我的梦想也是继续推动古典音乐的发展。2013年10月6号，李云迪31岁生日的前一天，上千名乐迷从全国各地赶往苏州。晚上8点的音乐会，很多乐迷从下午就开始守候在音乐厅的门口。对，我刚发现有没有一个男的都没有，那些粉丝全都是女的，男的不让进吗？还是怎么回事？
请原谅外国朋友的直接，真是。那天主要是妇女的节日，大家是特批的，男同志这个下一次就专门在一次性的接见。哎，不，其实只是男生有时候比女生更含蓄。哎，是吧？是吗？我刚刚你也挺直白的嘛。啊，聊点别的吧。好，聊点别的。总之，我们感受到了在这个中国巡演当中，这个云迪的受欢迎程度哈，特别是大家给你过生日哈，那天应该是非常幸福的，跟乐迷在一块儿是吗？非常的感动，能够也看到那么多的年轻的乐迷开始了解和欣赏古典音乐，我觉得非常开心。嗯，是这样。那其实很多弹的都是外国著名作曲家的作品，可能对于刚涉猎钢琴的或者不太懂这个钢琴本身的朋友来说略显陌生，那么会不会在作品上也去尝试一些咱们的中国作品，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呢？其实我也一直在所有的演出当中去加入一些中国的音乐，中国的作品，像是在欧洲巡演的时候也会去演奏中国的作品。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对吧？那既然来了我们这个现场，除了这些古典的演绎之外，不如我们来看一看现场云迪是怎么演绎中国元素的音乐，好不好？来一首什么？彩云追月。好的，有请云迪。钢琴弹咱们中国的音乐多好听啊，是不是？哎，还是有改编的，跟最初我们知道的那个广东音乐还略有不同哈。那其实除了中国音乐，云迪也有很多新鲜的尝试，在近几年，比如说跟流行音乐、跟流行歌手也有一些接轨哈，还这个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参与了演出，是这样吗？非常开心，因为在每一次的合作当中，也是能够感受到更多的音乐的一些元素，所以特别是古典音乐走到今天。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是有一些差距，当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也会特别是在身边也会听到很多属于这个时代的音乐。是是。那对于我来讲呢，在这个时代去
同时感受着两种啊，对，跨越时空的一个音乐，其实也是让我能够体验这个时代的一个元素，同时让我有更多的能够给我更多的灵感，能够把过去的这些经典的音乐怎么样融入这个时代，能够用现在的语言带给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那我们来看一下周杰伦演唱会上的一些现场的一些情况，好不好？看一条短片。接下来欢迎我的特别来宾李云迪。确实音乐非常出色，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还有没有讲过音乐，但是呢其实老实讲还是逊色很多啊，就希望请多指教一下。没有没有没有，很棒，非常开心能够在这里跟你一起合作，因为今天也是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做这个演唱会的嘉宾，我觉得非常荣幸。哇，也非常的开心，祝贺。谢谢。找他来合作呢，其实也是我的荣幸呢，因为自己都想不到可以跟他一起在舞台上弹钢琴。那他是世界级的啊钢琴家，我觉得希望把他的这个古典啊，让更多的歌迷朋友啊，听流行音乐的也可以感染这种古典的音乐气息。就像云迪刚才说的，在音乐方面不要认为钢琴是一个古典乐器我们就被它捆绑，我们有更多尝试的可能性。就像云迪的演唱会一样，去过了欧洲，最终还要转回来回到中国。希望今年能够继续去年的中国钢琴梦，那今年是王者幻想，能够走遍中国的所有的大小城市。希望能够顺利，而且希望云迪的钢琴梦想能够感染更多的人，不光是那些想成为职业钢琴家的人，包括那些哪怕是给我们生活增添一点美感的人。谢谢云迪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最后我想用云迪微博上自己的一句话结束哈，你是首页就这样写，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将一起见证历史，一起开启我们的中国钢琴梦，为之而付出努力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谢谢谢谢云迪，还有云迪的团队们共同陪我们度过了这样一个温馨的夜晚，用音乐用梦想指引着我们明天以后的生活。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中国文艺周末吧，再见再见再见，谢谢。拜拜。